继续咱再关心下晡的天气。我伫咧北部地区爱注意西北雨，温度上低是30度，上高是36度。中部地区下晡嘛是爱注意西北雨，温度是30度到36度。台南部嘛是爱注意西北雨，30度到34度。宜兰花莲爱注意西北雨，台东红头顺时落雨，30度到33度。还有金门注意西北雨，马祖是乌阴，二十九度到31度。新闻上尾，做伙来去古巴看啥人甲作家海明威上届见面哦。嘛，感谢你收看今日个中岛新闻，我是吴月如，明仔日同一时间，咱再会。